我来解读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就是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勋。那今天呢，来录我们的 Trucks MP 第五集啦。那我们第五集呢，邀请了我们的 GTA 5台湾警员大队，就是我们的副台主啦。那 GTA 5台湾警员大队跟我们观众 say 个 hello 吧。大家好。那也记得去订阅他的频道哦。然后我们今天送的货是 What Loaders， 然后送到南安普顿，然后工作收入是12560块，然后剩余时间是7小时19分，然后那我们就是这样啦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那这先稍等一下，好，走喽。跟在你，你要在我后面。好。嗯。左转。啊，只能这样都能走了。也没差了，这也可以走了。右转。等我一下，我。OK， 我先转一下，我先转一下弯。那我们的第四集啊，就是邀请到了花衣，然后第五集就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副台主，哈哈。那个记得赶快去订阅啊！有那个 QA。嗯，然后那个 GTA 台湾警察大队已经快要那个。快要1000订阅啦！前方那我们就左转，祝大家赶快1000订阅。然后这话我来冲破1000呐！左转。对，你记得也要定地图哦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一个出口，使用出口。哎呀，我看地图怪怪的。送到那个吗？那不对吗？怎么走这边呢？哇！自撞车祸。嗯，没想到我的 Trucks MP 的送货已经到达了第五级啦，哈哈。靠右，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使用右边的出口。我们应该是要去坐火车吧？错三宝，蛮多三宝呀。我们应该是要去坐火车吧？
还好慢，他第一步吃。你说我吗？不是，另外。哎，这总会这样的啦。那角也是，就是大家希望我就是后面的线上中货的话，会可以 fit 别的实况组，也可以在里面下留言。但是我认识啊，一定会跟我来跑车的，就可以啦。我应该都会留言地方都会回复你，这应该会在哪一集会决定，然后我要去问他本人。就是私讯他一下。哎，我怎么发到感觉怎么离我越来越远了啊？等我一下。OK。就是到前面有个加油站叫右转。使用右边的出口。上匝道就好了。那我们是搭火车。前方左转。左转。哎呦！擦个头。拍谁 ？Sorry。1337。I'm sorry。哈哈。我今天第五集真的有点刺激啊，直接听不下去嘞。前方右转。跟你说，我第四集的预告就是他第四集后，我现在影片都会有个那什么，预告了啦。第三集已经开始在用了，已经在用第四集的预告，然后第四集的后面最后的预告会有那个，会用第五集的预告。第四集也是送货送到那个、啊、英国 啊，这第五集又送到英国，要修嘞。只是这里送的话是送比较是另外一边南边，而且还蛮常送英国。你吗？对啊，因为你那个啊，你的车你自己用的车库在那个英国啊，刹车哦。右转。那看你是用飘的。继续执行。我用飘的，不可能吧？应该是你那边看起来是会有点卡吧？你有需要加油吗？不用，不用。好，我看一下我的，我也不用。
流量满满，信号已经一开始已经加好，预加好了。哎呦！那你跟观众说一下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开车？你用滑鼠还是用方向盘、键盘？用什么来当方向盘？键盘。键盘。我建议你用那个滑鼠啊，滑鼠比较可以先真实样子。滑鼠在用在那什么倒车啊，蛮方便的。那我改用方向盘。嗯，那什么，下次再来改天来送一个货，然后带你走那个热门山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带你走热门山？可以啊。你一定会那个，我带你走热门山的时候，你至少要录音，因为热门山精华最好捡的，精华最多了。但是看到我三宝那个、啊、三宝特辑啊，就是有那个、啊、会有那个什么热门山的。这是我重获第二级，就是经过热门山，所以影片长度有三十几分钟，加上开头跟结尾，还有影片前公告。对啊，我好希望我有 DLC 哦，因为我现在欧坎完全没 DLC。建筑社说他没有送一个 DLC， 有吗？会吗？我是没有的。送我一个，我是没有。那你要来赞助我 DLC 吗？你要赞助我 DLC 吗？我想。你知道你一千订阅啦，一千订阅之后你就会盈利啦。看我这还差一半。喂，汤哦，哥哥唔汤哦。差点撞到！哦，哎呦，靠呀！差有超速了！我要那切了。好。喂，我现在熟悉我现在那个操控的那个按键。我之前用的是什么？欧卡预设按键。哦，不行啊！自己用的自定按键比较好。对，我拍这个的话，又我都已经先用那什么，就是会有罚款的，才比较真实一点。差点冲动。但是我的钱呢、啊，就不真实了。一开始就是直接用那个，就单机刷一刷。可以刷钱，也可以刷经验。跟我继续执行。Maintain。该死，好希望就 DLC， 因为我内陆都已经跑的差不多了，就该死，就没 DLC。哇，
我现在录影就是用直播录影的这一天是六月十号，在三天就六月十三星期六，我很期待这一天，因为这一天，因为六月十三这一天呢，就是 Animiru 的粉丝见面会，我一定要去买他的周边商品。有买周边商品，好像当天六月十三当天有20位的名额，我一定要抢到这个名额。而且在 FB 社团已经投票结果已经都结束了，然后集合地点原本是在松江南京，捷运松江南京站3号出口，然后现在改成捷运忠孝新生站1号出口，因为我有。那怎么说？就六月七号的时候，我有先预走，我有先走过，走中央新生比较近。走从捷运松江南京站的话比较远，还有一段路。我最后就决定了，为了咪路的信众们的咪路的信众啦，所以就选中央新生，也有投票啦，然后也刚好过半。然后我现在在开车的话，我都用六速档，那个六速档我开的话，我感觉开起来比较稳，比较平稳。12速档我感觉我要再加速了，因为那什么藤原兔还出现，然后就那什么像一条蛇一样扭扭去的，可以看我之前直播，之前频道已经不见了，已经直接被 YouTube ban 掉了。刚怎么感觉到车子刚有摇晃一些？有撞到我。我之后有电脑，我就应该会买方向盘的。靠左。我们要下。左边下去了。对，当天要跟我去就集合的那个，记得一定要戴口罩、带雨伞。雨伞的话是怕会下雨，但是我看我手表的天气好像还好，不会下雨。然后我们快到，我先把宣传工作灯先给先关掉了。好悲，有人呢、欸。还谁？靠腰投诉。耶、yeah, ！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三个出口。使用出口，靠左，然后左转。我们已到达了旅途的终点。我们已到达了旅途的终点。对，我一录完这一集，就第五集啦，我都会通常的话都会把第六集给顺便一起录好。我来看你到时候，来看我到时候我害羞啊。
喂。啊，管大的，直接这样。好啦，那我们第五集就这样啦，也谢谢那个 GTO 团结带队来陪我跑，来跑车，然后让我可以拍可以录制这一集第五集，然后也谢谢 GTO 团结带队啦，然后继续订阅他，然后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，那我们就这样了，那我们就去进结尾咯，大家拜拜拜拜。播音乐，然后播迷路的那个等待音乐了，现在啊就是有播音乐，我就后置就不用再添加音乐了，呵呵，好呀。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希望你的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求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续集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是虚拟的。